对劲儿了，8-5了。念旧是，哎，其实你看念旧，虽然说杀5个，他回合均伤90，全是大残。血放的多呀。血放的多。有看。啊！这边还是被完了，出现幻觉了，8-5的比分。出现幻觉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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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。拿分四分。18是又站了出来，那就是每个人都要站出来一回合。First 这边18-8。是。小刀没上吗？撅，小刀撅。我想去，他们抢大了。没上。我看到看到我了。狙一下，狙一下，不管狙。再去。B 狙还在。完了，站着了。怎样了？我走了。4-5上一个。小队，我帮你看。知道了。必要来清了，又是念旧自己。加油！啊，不过可以马路直上。白一凡要看你了呀，他这个 B 马路直上是啥意思？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四个 B。中路直上吗？就单跑位中路直上潜伏加吗？不合适吧，哥们。看到了，你就看到要清了，帮忙啊，赶紧帮忙啊！忙到。念旧很稳。哎呀！好的。30，安可30。小雪人这边是只换了两个。没大药，绕了有机会，石鑫。仓库里没过点，没过点，没过点，兄弟们。刚好没看到。分开了。是。没过点啊。我们都是压了。这个点。看到 B 狗。完了，悄悄被看到了。去交流一下这个 B 狗。知道了。拿枪，红旗，小心断。知道。再找另外一个。我感觉找小刀了，小刀回头了，抓这个，哦呦，又是一发，丢人了。A 两个人啊，缺 A 了，带包缺 A 了，B 狗狙。我操，20-8。石鑫这个点听到声音，直接提前枪，直接收掉9-5。我操，安可今天他妈的怎么这么准啊？第二张地图的这个据点。是的，安可今天他妈的准的有点过分了。哎，第三都抑郁小镇了。啊，我以为卡住了。白塔抑郁小镇好像打得一般般，好雷！这大区间的一波飞了，拼枪啊！两个人拼枪是没拼得过，正面是安可跟18。会打屁股吗？我操，灵性！这个时间差，看小雪人能不能把这一大这俩杀了，然后变成三打二了，有没有一样会回来了。啊！我操，被看到了！这个背身。哎呦喂，这运气！差全部都掌握在 AP 手里。啊，他这运气不好啊，这他妈刚好被看到，我操，拐过去都没事了。A 大没了。宝宝的压力有点大呀。对。哎，他已经下面到。瞄下面，瞄下面，举个走，拖一下，小乔马上到。那这两个应该是要走了呀，不能直进了。四号，没看到。小道旋转已经动了，说打 A 了，然后宝宝再走。小小又得回，这次从哪里回 ？A 大脚步只要不漏的话，漏脚步了。漏脚步了，小小，这大 A 大屁股有人了。跟队友交流一下 ，First 来收人了。漂亮，小小。把 A 狗下，安可一杀。大背身还有一段距离 ，A 狗这边直接跳被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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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恭喜 EP。哎，你不是显双吗？我单，又单了，你不是双吗？你二 B 呀、啊！我操，你演我啊！你听到你说双啊？你傻逼啊！快点，别演！你问弹幕，你问弹幕。演我是吧？你爹双，还双还双啊！对他骗我，他演我，小傻子。哎，忘了那什么。第三图一定得拿下。